制作人王俊儿子王鼎麟导演跟女星丁乔薇结婚一年多，因为疫情婚礼一延再延，终于在26日补办婚宴，现场宾客众星云集。吴康仁鼎的新造型，田千晓一位先生根本比新人还耀眼。特别的是，请到前阵子闪婚的邱泽当伴郎。你的伴郎团还蛮耀眼，好像答应的时候还是未婚。对啊，就是代表说这婚礼延了多少次了。你们都不 care 说他还好，因为其实不会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好朋友的祝福，那很好的兄弟嘛，然后也一起，他也帮助我完成我就是电影梦嘛，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好，那也很感谢他可以抽空来。所以他求婚的时候你在场吗？因为毕竟是前辈。我知道的消息很为他开心。而假修夫妻也难得公开合体，今天竟然是以丈母娘的身份来的。他们很棒，因为我们私底下接触的时候，其实老实说，我今天的目的是冲着他们的儿子来的。那个王大哥的孙子太可爱了，我们已经相处到觉得啊，超可爱，超迷人的。嗯，波妞不是已经喜欢小龙了？好，喜欢谁？小龙啊。时间还这么长，谁知道谁是谁呢？同场嘉应还有被传跟女友庭轩早就同居的陈柏霖。今天算是来见识婚礼吗？自己的什么时候要有机会吗？不管怎样，大家都要幸福哦。